使劲的追，他跳上一列开往南方去的快车，想看到晶晶在哪儿，站到车顶上再清楚不过。看着看着，瞧，滑了一跤，怎么看不到晶晶啊？在这里呢，在。歪歪正集中精力四处瞭望，寻找着晶晶，可他却忘了火车到什么地方了。太阳了，歪歪已经看到隧道口的光亮了，要是他能看到待在树上的晶晶就好了。啊，丁丁，是我，我在这儿呢。歪歪，是你吗？哎，是我，丁丁，我找你来了。我到这儿了。哎，丁丁。歪歪，我到这儿了。晶晶，晶晶啊，你真把我急坏了！你怎么不和我一块儿离开城市呢？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要始终在一起。哦，歪歪，对不起，我并没有想让你着急。我刚才在城里没能和你在一块儿，我们是要去找熊猫乐园，我不该把你急成那样。好了，要去找熊猫乐园，我们就得多挣点路费。我是武术专家，可以给人当老师呢。我也得挣点钱，可我只是个小孩，我能做些什么？给我帮忙，你说怎么样？哦，我不知道，那我该做什么呢？你的样子要严肃一些，动作要像那么回事，只是注意别让人家踢坏你的脑袋。不行，我们得想点别的办法。哦，对，有了。哎，这也是用脑袋，来瞧我的。哎呀！在这同时，为了胖子蓝亚博士也伤透了脑筋。我要听事，而你的眼睛在说不。你是不是把小熊猫装在你的口袋里了，胖子？朱老板，我都离得特别近了，他呼呼的肚子味我都闻到了，可一条都朝我过来。又完了，下次我会找他的。也许吧，但这回你得和我新的实验成果比一比，蝈蝈非常聪明。我不敢说我聪明，但我很有力气。城里的人都十分兴奋，好像在举行什么活动。我真希望晶晶和歪歪别错过这个机会。啊，女士们、先生们，现在由猴子皮皮给大家表演，快来看呐！哦，对不起。喂，他在干什么？看呐，又变没了。我有办法了，歪歪过来。哎呀！
一旦失去了观众，就不能再争取回来。演出就是这样，重新振作起来，从头开始。我记得过去我被解雇时，别人也这么说过。月亮升起来的时候，金靖和歪歪在一个空茶馆里找到了牺牲过夜的地方。他们没有预定房间，但定了也没有用，他们付不起房钱。后，茶馆老板来了，我希望老板别把他们轰到大街上去。这也就凑合了，金靖，至少我们还有个地方过夜。嗯哼，啊，我听见有人在茶馆里说话，会是谁呢？嘿，金靖，我有办法了。为什么我们不先排一个节目，然后到街上去表演呢？好啊，但是什么节目才能不带吓跑观众呢？好吧，我来想起来。你听说过脑袋上转轮子吗？是那样吗？不好，我藏起来。藏起来，安全。嘘。出来吧，出来吧。那你们想吃点什么东西吗？啊？过来吧，没关系的。你们到我这儿来，我最高兴了。你看，我这有熊猫外套的东西，拿着。啊我的朋友，我现在要给你变出点吃的来。啊，啊，谢谢，真香，好吃。太客气了，请吃吧，你们喜欢吃我就高兴了。是的，先生，我们从昨天就没吃东西了，今天我们是想挣点饭去。啊，这我知道，我今天下午也在那儿，人们没理睬你们，我想我可以给你们出点主意。啊，对了，为了能吸引他们，你们必须有绝招，不然观众就会失去兴趣的。听着，我很愿意让你们表演部分节目。你是魔术师，会把我变没的。不会，我会让你发挥才能的。我不懂，我干什么？钻火圈。不，我钻不了，我怕火。没事，很安全，你的朋友可以跳舞。不，我不干。那演什么才合适呢？我可以比武术。不行，人们会把你轰到马路边上去的。人们喜欢花钱看刺激惊险的节目。只要是惊险好看，他们就会给钱，然后我们把钱分了，是这样吗？对，就这么定了，朋友，咱们一块来挣钱。你们两个都有明星的素质，我看得出来。明天吧，你们的表演节目我安排好了。那你把观众围成个圈，我们给他演个新鲜的节目。我会累坏的呀，大家
我才尿了多少针？哎呀，你这还不来吗？快快快快大主快胖子背着金站住对他还有许多麻烦在歪歪赶上他以前站住他必须赶到拉尼亚博士那儿怎么了好了你瞧瞧我的厉害等等等一等干得好歪歪你要特别当心金奖小心点儿我们去哪儿啊去我喜欢的饭店吃饭但那饭最好吃了一起吃饭外面别的什么都不想了他早等着吃饭实际上他们都盼着来顿美餐洗个热水澡再睡个好觉哦我真想和他们一起享受这丰盛的美餐我有办法了你们去房间等我我打个电话让他们把饭送到咱们的房间里来告诉我想吃什么我请客牛啊我想吃牛排再加点狗食什么的哦我不知道或者来一盘竹笋再来点小点心皮皮你说呢你想吃什么我要沙加饼冰淇淋还有蛋糕好吧我去订餐你们进去休息一下剩下的事都交给我了用不了一分钟喂老板你发现熊猫了是的我找到他了他现在跟我在一块你们在哪儿唐宁旅馆啊这有条大狗得干掉给我派几个打狗的人来要没那狗啊我就能抓到那熊猫了喂你这个大骗子你偷了我的汽车还有我的熊猫它是我的是我先偷的喂这是什么东西啊老板你这大猩猩想揍我老板有个瘦高个想要揍我你的老板是谁你的老板是谁都给我住手蠢货你们都为我工作快去抓熊猫是蝈蝈原来这位就是马尼亚博士的亲信蝈蝈怪不得他的话讲得这么难听这时候我们毫无警惕性的英雄们在歪歪的房间里睡得正香呢整理房间了整理房间了好像不对劲儿当然党卫送来的你这个皮狗放哪儿跑啊放哪儿跑啊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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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送到哪儿去了？有人在问导演，可导演也说不清楚。歪歪，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一定要找到你，我要和你一起去找熊猫乐园。哦，我又想起了那只可恶的蝈蝈，它现在在干什么呢？如果博士发给我们钱，为什么不接受呢？那为什么？这回实际上是我出的主意，我买的车，抓紧你的钱应该给我。好吧，咱们可以商量商量嘛。这件事儿刨去费用，剩下的那些钱有两种分法。哎，你听我说，什么事儿都可以解决。咱们互相啊得让步，庞大，现在咱们互相得让步。我明白了，那么把晶晶交给博士，然后咱们分钱。啊，对呀，给我们的合作干杯吧。好极了，啊，干杯。晶晶，晶晶，啊，也许她正在床上做美梦呢。他到哪儿去了？这下可糟了！啊，晶晶，刚才我听说打火人把歪歪抓走了，太不幸了。哦，你到哪儿去了？你没事吧？我没事，没事。啊，肯定是误会。他们去哪儿了？不知道，他们朝那个方向走的。哦，我有我的办法，别着急，把歪歪能找回来，然后尽量去帮你找熊猫乐园。你能帮我吗？当然能了，我有很大的魔力，但只有你需要的时候我才用。说话算数。当然了，我们一块儿去，我也想搬到熊猫乐园去住呢，听说那特别美。对，熊猫乐园是地球上最美的地方，咱们现在走吗？当然，汽车就停在那儿，都准备好了，明天就能到熊猫乐园了。那我们还等什么呢？快去找你的新家吧。蝈蝈这么能说会道，连我都信了。当然，我是不会和他们一起去的。啊！你怎么来了？不许乱动，皮皮。晶晶，他和那些坏蛋是一伙的，真的，离开这儿。那是谁啊？啊，你好啊！谁呀？我怎么没看见呢？你先跳。我浑身都痒起来了，蝈蝈正在选路，趁这个机会我得抓住后背。你在想什么呢？我不明白。皮皮，你在干什么？怎么把自己给捆起来了？我想让晶晶看看你常用的手段，这是条魔绳，谁也别想从我身边逃走。晶晶，你去哪儿了？他说他能帮我找到熊猫乐园，他撒谎。对，他只能发现我不见了，他的话你根本别信。皮皮，谢谢你救了我。就到这儿吧，下集蝈蝈就不会再头疼了。